朋友们，在今天我们全球各地的重要新闻，首先我们关心在美国方面的报道。那么美国方面的新闻呢，先看一下现在全球都受到了乌克兰的这个军事行动战争的影响啊，大家的生活都受到了波及。我们看到最直接的波及呢，当然就是我们的物价。那现在呢，因为担忧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会重挫到经济，在金价方面，国际金价在7号在亚洲早盘就飙破了2000美金啊。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投资人担忧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会冲击到全球的经济，也把资金都转到避险资产，就像是黄金。国际金价涨到每盎司是 2000.86 元，创下了2020年9月以来最高价位。另外呢，除了金子，那就是油了。在现在北海这个布伦特原油价格也飙到了每桶将近140块美金，是2008年以来最高价位。主要也是因为市场对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可能引发的后果感到忧心，而北海布伦特原油2008年曾经写下每桶 147.5 美元的创纪录的价格。好，下边我们就看到在美国这边呢，国务卿布林肯昨天就说，美国看到非常可信的通报，显示的是俄罗斯蓄意攻击乌克兰的平民。布林肯还说，美国已经把这些通报记载下来，作为相关组织调查俄国行为是否涉及战争罪实的一个辅助。在现在呢，布林肯则告诉媒体呢，这就是对于俄罗斯的这一个行动呢，是蓄意在攻击乌克兰平民，这已经有通报可以显示了。国务卿布林肯呢，在这一个讲话当中呢，那么没有提及就是使馆方面的推文，美国国务院也不愿针对这个推文是否反映美国政府对这件事情的立场发表任何的评论。俄罗斯侵略部队在乌克兰东部激战之下拿下了欧洲最大的核电厂之后，就引发全球警戒。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也在4号推文就说，攻击核电厂这个是战争罪啊。那么俄罗斯则否认他攻击平民区，还说在2月24号发动攻势，这是特殊军事行动。另外呢，在华盛顿的报道，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火持续燃烧之下，在中国当局还是迟迟不愿意公开谴责俄罗斯，也因此引发国际方面的不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昨天再度对中国方面喊话，有鉴于中国在过去针对主权的发言，美国方面则期待在中国当局能够站出来谴责俄国。布林肯是在5号和俄国的外交部长王毅通电话讨论乌克兰局势，而在这个通话摘要呢，布林肯电话当中则意有所指地说，全球都在关注哪些国家支持自由、自觉和主权基本原则，也等于是在暗批中国不愿意加入国际社会行动啊，一同谴责俄国的行径。布林肯则说，与王毅通话将近一个钟头，再次提及他曾经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就像王毅说过的话，就是中国常把主权原则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放在嘴边，但是现在身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俄罗斯违反这项原则，安理会理当负责维系世界和平与安全。那么布林肯也说，联合国体系当中已经有141个国家站出来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声援乌克兰，所以呢，也希望中国能够发声，因为呢，中国的声音是很重要的。好，另外呢，在美国的媒体方面呢，也看到在现在则看到就是华盛顿邮报说，美国跟欧洲已经在为乌克兰政府流亡已经开始做准备了。华盛顿邮报披露，随着俄罗斯的军队在战场蓄有斩获，西方国家开始调整挺乌克兰抗敌的做法，虽然不愿意谈到细节，但是几位华府和欧洲的官员都表示，第一步主要就是计划到时候如何帮助乌克兰可以成立流亡政府，指挥国内对抗俄罗斯占领军的游击战。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往下看到的是，美国官员向《华尔街日报》也透露，就是俄罗斯正在招募擅长城市巷战的叙利亚人前往乌克兰作战，因为呢，莫斯科当局准备要在街头进行激烈的战斗，来夺取乌克兰的主要城市。再根据情报官员的话来看的话，就是已经有些人在前往俄罗斯，并且准备部署到乌克兰，只是呢拒绝透露啊，到底有多少这个叙利亚的战士同意要参战。好，下边我们再看呢，美国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在昨天表示，国会正在演绎立法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同时也打算在这个礼拜要制定法律，提拨100亿美元来协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入侵。在佩洛西方面则表示，法案会禁止俄罗斯石油和能源产品进口到美国，撤销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之间的正常贸易关系，而且采取第一个措施就是拒绝俄罗斯和世界贸易组织方面的往来。好，美国新闻呢，我们继续看到，在高级国防官员昨天就说，自入侵乌克兰开始以来，俄罗斯一共发射了600枚的飞弹，而且还有其中95%的集结战斗力投入的是乌克兰的境内。根据报道呢，就是在现在呢，统计一下的话，在整个战争开始啊，俄罗斯投入了95%的战斗力，另外还有600枚的飞弹。那么，跨越基辅以北大约40英里道路的庞大俄罗斯的车队，现在仍然是停滞不前。但是呢，并没有关于距离基辅到底多远的最新的消息。而基辅上空的局势，现在仍然是用4个字形容，就是扑朔迷离。乌克兰和俄罗斯还都保留大部分的空军方面的力量。好，另外呢，也看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在昨天访问了摩尔多瓦。那个时候，那么布林肯则说，如果波兰要决定提供战机给乌克兰，美国就会考虑提供飞机给波兰。为了回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在 NATO 决定要加强它东侧的力量。布林肯在访问北约成员国波兰之后，在昨天抵达摩尔多瓦的首都访问。那么，俄罗斯进犯乌克兰是在这个战事爆发之后，摩尔多瓦已经在日前决定申请加入欧盟了。好，这些都是在美国方面跟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这个军事战争相关的报道。美国的新闻呢，我们最后看到的是来自爱荷华州的消息。有关单位说，美国爱荷华州的中部在昨天遭到好几个龙卷风侵袭，摧毁了民房、树木和电线，已经知道最少7个人死亡。而当局则说，这是2008年以来啊，龙卷风在爱荷华夺命最多的一次。好的，朋友们，这就是带给大家在美国方面的重要新闻。朋友们收听的是德州中文台，我是胡美健。我们在接下来呢，就要和朋友们一同关心的，就是在国际方面的重要报道。朋友们，在我们国际方面的新闻，第一个呢，就先来关心一下，现在在俄罗斯方面现在是怎么样的情形？俄罗斯的这个当家掌门人啊，这个是普丁，是怎么样看待现在对乌克兰的战事？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接近2个礼拜，双方在地面战的损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高。乌克兰平民的地面的现在也面临了灾难性的影响，同时对乌克兰到目前为止的成功防守会造成更大的挑战。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就在6号，昨天他重申，这场战争将会持续到乌克兰接受他的要求，并且停止抵抗为止。透过谈判解决旗舰的希望，现在看起来是越来越渺茫了。普丁说，乌克兰必须去军事化，明确地表示
他的目标就是推翻现任政府。根据克里姆林宫的声明，普丁在和土耳其总统的通话当中还重申2月24号他针对乌克兰发起的特别军事行动中的主张。虽然在现在俄罗斯已经投入了几乎所有为袭击乌克兰而集结的地面部队，但是也由于电话不周、后勤不力、攻势蹒跚，尽管如此，俄罗斯还没有发挥它像是大炮啦、电子战、无人机和战斗机等战力，所以不容小看啊，俄罗斯俄国方面的这一个军事力量。同时呢，俄罗斯也在昨天警告 NATO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罗马尼亚和乌克兰的各国的邻国，各个邻国不要收留基辅的军用飞机，否则可能就会卷入武装冲突。在俄国的国防部发言人说，乌克兰的军机是利用这些国家的机场网络来作为军用航空基地，随后对俄军动武，可被视为就是这些国家参与了武装冲突。所以呢，在俄罗斯昨天警告在乌克兰周边各国不可以收留乌克兰军机，否则视同参战。另外呢，在俄罗斯的国防部发言人也在昨天说，俄军会对乌克兰的国防军工企业实施精准打击。他呢则说，为了避免相关企业人员有性命之余，他说我们预先警告要打击这类设施，这些企业的职员赶快走吧，搬家离开吧。那么他也表示，乌克兰方面现在正在利用这些企业修复被俄罗斯的军队空袭打坏的军事硬体设备，以便重新的投入作战。那么在乌克兰方面呢，我们也看到乌克兰一名谈判代表告诉外界的媒体，与俄罗斯的和谈当中，乌克兰是不愿意在领土完整上做出妥协，但是乌克兰对讨论未来的非北约模式则抱持着开放的态度。乌克兰长期寻求加入欧盟和 NATO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因为这样子而遭到莫斯科强烈反对。俄罗斯总统普丁就以乌克兰可能加入北约为证据，把这种行为描述为北约对俄罗斯的侵略。在现在乌克兰的谈判代表则在昨天说呢，有可能啊，就是在这一个跟俄罗斯的谈判当中呢，就是领土是不会，国土是不会放弃的，但是呢，很可能以不加入北约来换取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另外呢，也看到在国际间的话，来自伦敦的报道，英国首相强生的办公室就说，英国将会再拨款1亿美金来援助乌克兰，协助乌克兰维持国家核心运作能力，并且减缓俄罗斯入侵所造成的财政压力。这笔资金将会透过世界银行来做拨付，而英国透过向乌克兰提供国防军事和财政支援，和主张对克里姆林宫祭出更为严厉制裁的相关方式，寻求在国际上扮演因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核心角色。不过强生政府也一样的遭受外界的批评，哀轰英国制裁俄国的动作太缓慢，也没有拿出让人印象深刻的难民计划。好，另外在国际间呢，一直还可以和俄罗斯总统普丁保持联系通话这个沟通的呢，那么法国总统马克宏绝对是数一数二的。那么法国总统府就说，马克宏在昨天再度和俄罗斯总统普丁通电话了，也就俄国侵略乌克兰一事进行讨论，通话持续了1小时近45分钟。马克宏3号才和普丁有一场激烈的通话，而根据在艾里塞宫的说法，马克宏当时赶到乌克兰的最坏情况还没有发生，因为普丁有意夺取整个邻国。而在现在呢，马克宏的办公室的声明也说，在昨天和俄罗斯总统普丁通电话期间，他提及了他担心俄罗斯的军队可能很快就会攻击就是黑海沿岸历史港市奥德萨。他强调，马克宏强调的是希望透过协商能够化解乌克兰危机，保护乌克兰核设施的这一个重要性。
好，下边我们再看的呢，另外一位和普丁通话的，这个是以色列的总理啊，以色列总理班奈特，则是在五号的时候，他和俄罗斯总统普丁在克里姆林宫会谈，而在昨天再次和这个普丁通话，继续尝试调解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以色列的外交部长也会在今天要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要会面讨论。以色列的媒体说，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谈，俄罗斯也传达了他们知道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身在何处的讯息，但是他们会避免直接伤害泽伦斯基。而先前曾有报道说他遭到最少3次啊，暗杀未遂。那么，同时，以色列外交部办公室也宣布，以色列外长拉皮德在今天将会前往拉脱维亚首都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好，下边我们就看到呢，这是德国，德国的财政部长则在昨天说，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举，七大工业国集团的下一轮制裁目标会锁定总统普丁领导下致富的俄国寡头。德国的财政部长林德纳表示呢，正在进一步研究相关的制裁行动。而在这个同时，他也说呢，从普丁那里获利并透过腐败手段窃取俄罗斯人民财产的人是没有办法在西方民主国家享受财富的。所以在 G7 方面，下一轮的制裁对象会锁定的是俄罗斯的这些寡头了。下边呢，我们再看啊，这是在联合国，在昨天也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已经有超过150万人逃离当地，成为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发展最快的难民危机。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说呢，10天之内就已经有150多万的乌克兰难民进入邻国，而预计随着俄罗斯军队持续的进攻，特别是侵袭首都基辅，会使得这一波逃难潮会更加的剧烈。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呢，来自维也纳的报道，俄罗斯的军队在日前攻击夺下了乌克兰境内欧洲最大核电厂。国际原子能总署则在今天说，由于核电厂对外通讯中断，让他们感到深切的忧虑。透过声明，他们说接获乌克兰的通知，说扎波罗热核电厂高层正接受俄罗斯军队指挥官的命令，而俄军已经关闭了部分行动网路和固定的网路，电话线路、电子邮件和传真都没有办法使用，所以乌克兰遭占的核电厂现在失去联系。国际原子能总署则表示相当担忧。另外呢，在现在国际信用卡机构 Visa 和 MasterCard 也因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宣布暂停俄国方面的业务，俄国银行则在昨天就说了，他们计划使用中国的银联系统来发行信用卡，这个就是绕道走了哈。 Visa 和MasterCard 在日前宣布，俄罗斯银行发行的 Visa 和 MasterCard 海外不再有效，海外发行的信用卡俄罗斯方面也不能使用。现在俄罗斯前两大银行，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和阿尔法银行表示，他们正在研究推出银联卡。那么，表示呢，和中国的银联系统研发，就是这个研究发行信用卡了。好，国际新闻，我们最后看到的这是雪梨的报道，澳洲要斥资超过100亿澳币在东部建造核动力潜舰基地。澳洲总理莫里森他说，澳洲将进一步的增强国防实力，以面对险峻的国际安全局势。那么在现在，莫里森说，澳洲目前所处的国安情势是过去60年来最险峻的，在中国和俄罗斯试图联手重构国际秩序，试图建立一个缺乏原则、责任和透明度的利益交换世界，专制势力正在联手，要按照他们的方式设定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莫里森说，选择在澳洲东部新建核动力潜舰基地的决定，是意味着澳洲将要进一步的增强国防实力，而不是把西部舰队港区的设施移转到其他的地方。
好，朋友们，这是带给大家在国际方面的重要新闻。朋友们收听的是德州中文台，我是胡美杰。美国和国际新闻之后呢，让我们在这和我一同关心的将会是来自两岸方面的重要报道。我们先看啊，在疫情方面 ，COVID-19 疫情引起了不同的预测。对于在部分专家乐观认为疫情可能会在今年内结束的看法，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则认为，现在下定论为时尚早，因为真实的数据还没有显示病毒传播感染已经减弱，到比流感还低。那么他说，原则上，经过未来一年，无论是群体免疫水准或透过疫苗建立的免疫屏障，再到治疗药物的上市，都意味着可能就是最后一个寒冬。但是呢，这个定论啊，这种看法，那么很多人都认为应该如此。但是呢，高福这一位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则认为现在来讲的话，这个定论来说还是为时尚早。而中国官方则在今天说，新增了327例确诊的这个 COVID-19， 本土占了214例，广东最多有69例，吉林、山东也各有54例和64例。在现在呢，消息人士也透露呢，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昨天向港澳界别的全国政协委员会说，对港府在防疫工作上提出的请求，中央政府是照单全收，有求必应，但是也强调港府要承担防疫主要的这一个责任。韩正说，因为香港疫情转趋严重，中央已经召开了7次支援香港防疫的协调会，他和这个夏宝龙亲自到深圳会见了港府高官员，中央对港府的要求是照单全收，有求必应，将会全力支持港府的防疫。那么韩正呢，则也特别的提出，就是呢，虽然中央对香港防疫有求必应，但是香港方面，港府也得要负起应有的责任。那么在香港的疫情方面呢，我们看到香港境的官方啊，现在可以看到确诊数连着这几天，过去这两天啊，都往下降了。官方对于是否高峰已经过了呢，在现在来讲，官方说还不能够这样，还很难去这个下定论啊。在卫生防护中心传染处的首席医师则说，虽然过去两天个案数量往下降，但是还是处于高水平，病例数量每天仍然超过3万例，还得要密切观察最少1到2个礼拜，才能够判断疫情是否已经见顶啊，或者是回落，现在还不能够判断这波疫情是否已经达到高峰。另外呢，在香港方面呢，已经有90%的民众接种了第一剂 COVID-19 疫苗，达到了在政府当初的期望。港府最新公布，在当地607万2841人接种了首剂疫苗，占人口的 90.2%。接种第二剂的有526万2465人，占人口的 78.1%。 港府由去年初起为港人免费接种疫苗，初期比率是比较低，随着疫情多次大规模爆发之后，现在香港民众接种 疫苗是越来越踊跃了。好，那么在香港警方呢，也正在为全民强制病毒检测在做准备，因为香港爆发了第五波的 COVID-19 疫情，情况十分严峻。在北京中央的协助下，港府现在计划强制全民接受病毒检测，以切断传播链。而警方呢，现在也在为这一个工作现在在做准备了。
好，这是关于在 COVID-19 在香港方面的现在的一个情形。那么中国其他方面的新闻我们接下来看，一个呢是在中国被戏称为现代反革命罪的寻衅滋事罪，是官方常用来对付异议人士的一个法条，但是据律师身份的中国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则认为寻衅滋事罪孽这个罪啊概念过于模糊，容易被滥用，使社会过度刑法化，所以他说应该要取消。好，再来也看到呢，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日前参加全国人大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强调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志，要求内蒙古正确处理中华文化和本民族文化的这个关系。他指出内蒙古是边疆民族地区，在维护民族团结和边疆安宁上担负着莫大的责任，也提到了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工作，在降碳的同时还要确保能源安全、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好，最后则看到在中国方面对于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啊，现在呢这一个战争冲击到两国的经济，连带的使得国际投资都是这个是上下起伏啊，波荡，那么大家都很担心。根据了解，中国的监管部门已经要求最少两间国有大型保险企业盘点并且审查在两国的投资项目，以希望能够降低暴露风险和对企业的影响。好的，朋友们，这是带给大家在中国方面的新闻。收听的是德州中文台，我是胡美坚，在下边呢将把焦点转到台湾方面，现场由台北的新闻主播接棒，继续为朋友们播报台湾方面的最新消息。德州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央广主播张旭华。在台湾的消息方面，台湾的边境松绑新制今天起实施，入境检疫天数由14天缩短为10天，与确诊者接触的隔离天数也一并缩短为10天。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检疫隔离期缩短为10天，期满要接续执行7天自主健康管理。自主健康管理期间，家用快筛试剂检测增为2次，检测结果必须透过发送双向简讯回报，如果违反规定，最高裁处新台币30万元的罚锾。行政院长苏贞昌对此表示，为了让防疫和生计并重，台湾模式今天展开更进一步松绑，就是要便利大家好生活。不过苏贞昌也特别提醒国人，在方便之下一定要更加强施打疫苗，更遵守防疫规范。他并表示，为了鼓励更多国人踊跃接种疫苗，提升覆盖率，政府将提出优惠鼓励措施，也呼吁高龄者及家人踊跃接种。苏贞昌说，我们看香港，想想我们自己，只要能够来打疫苗，第一剂、第二剂、第三剂，都一定能加强防护。请大家来打疫苗，尤其是高龄长者，请打疫苗，增加保护自己。请家人也鼓励长辈都来打疫苗，这样我们在松绑后也都能达到安全。针对何时能够开放国门，陈时中提出四大条件，首先是整体自主应变准备情况，其次是快筛检测回报率与遵从度，第三是高龄者施打疫苗率，最后是国外疫情情况。至于有专家认为今年六月台湾边境渴望全面解封，陈时中说这样的看法是稍微乐观了一点。疫情方面，陈时中今天下午公布国内新增2例本土病例，都是出采框列隔离者，另外有27例境外移入，确诊个案中没有新增死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美国与欧盟计划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市场忧心恐怕会冲击全球经济，重创国际股市。台湾今天也是股汇双杀，台北股市今天爆量杀低，收在17178点，大跌557点，成交值4567亿元。乌克兰危机升温，国际股市陷入动荡。财政部今天表示，国安基金密切关注台股走势。
财政部指出，据国安基金规定，如果因国内外重大事件，国际资金大幅移动，显著影响民众信心，致资本市场及其他金融市场有失序或有损及国家安全之余，将可授权国安基金进场护盘。不过，财政部表示，台股基本面好，台湾出口畅旺，希望投资人理性看待乌克兰、俄罗斯战争对市场造成的波动。在汇市方面，台北外汇市场新台币对美元今天收盘收28.25元，贬1.35角，成交金额25.33亿美元。接下来关心的是，蔡英文总统今天接见第15届国家卓越成就奖、第6届国家杰出执行长奖暨第39届国家杰出经理奖得奖人。总统表示，面对疫情挑战，高阶经理人一定做出许多因应作为，让企业能够继续顺利运作，并在台湾的经济发展中成为中流砥柱。他要表达最高的肯定与感谢。另外，行政院已经在5号宣布，由政务委员唐凤担任筹备数位发展部的召集人，加速筹组作业。总统也在接见时表示，希望能够借此协助各产业创新发展。总统说，接下来台湾经济要维持发展的动能，推动数位转型就是非常重要的策略，也是我们的工作。政府将会在今年，我们会成立数位发展部，整合各部会的数位资源，全力协助产业推动数位转型，让数位应用的优势来带动各个产业的创新发展。在能源转型方面，总统指出，面对国际2050年的净零排放趋势，欧盟规划采行碳边境调整及国际大厂的绿色供应链要求等挑战，政府也将公布台湾的净零排放路径图，并积极协调协助企业建立减碳能量，鼓励投入绿色能源，让台湾企业在全球供应链能够持续占有关键地位。财政部官务署委托台湾国际造船股份有限公司台船建造4艘100吨级的巡祭艇，今天在台船高雄厂举办首艇下水典礼。行政院长苏贞昌、财政部长苏建荣及台船董事长郑文龙共同主持，并由官务署署长谢林元为正式命名为海龙艇的巡祭艇执行下水。苏贞昌致辞时，针对海关同仁把关治安、查缉走私、缉毒、查缉不法、急难时刻救助等等辛劳，先代表行政院致上感谢。苏贞昌也感谢台船从大船到小船都落实国家国建国造政策，并期许台船为国家留住人才与时俱进，并且借由造船造舰的经验，持续为台湾国防需要做出更多贡献。同时，苏贞昌也指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行政院从不吝啬提供各种方面协助，先前一次核准4艘巡祭艇，未来将增建8艘。他当场指示请财政部加速作业，为海关查缉提升能量。苏贞昌说，包括上个月以来一次核准建4艘巡祭艇，这是第1艘。我们还接下来财政部又加8艘，我们现在审议中，希望加速作业，赶快提供这方面能够更加强这方面的能力。官务署表示，为强化海上走私查缉能量，官务署推动海关巡祭艇汰旧换新计划，并规划建造4艘100吨级巡祭艇，由财团法人船舶暨海洋产业研发中心规划设计，台船负责承造，并于2022及2023年陆续完成建造交船。官务署并说明，新式巡祭艇具轻量、高速、高耐波力、高续航力等特性，配有高效能夜视侦察系统与通讯设备，能够提升人员及船艇安全，强化边境查缉效能，有效遏阻海上走私。受到疫情影响，2021年教育部表扬推展家庭教育绩优个人暨团体颁奖典礼延到今天举行，由教育部次长林腾蛟表扬28组得奖者。其中，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每年规划超过1000场次的家庭教育活动，致力社会和谐、家庭幸福。代表志工团队上台领奖的王俊杰说：“大家生命历程不同，但相同的是热忱助人的心。”他说：“资源如果不用在教育，它将会被用在监狱。所以这次的获奖将化为
推展家庭教育中心的动力，同时也期待能够唤醒更多的家庭来重视家庭教育，提升它的重要性。在这次获颁绩优团体奖的台湾推喇奴爸爸学校推动协会，当年由来自韩国的宣教士草创，近几年就是对监狱里的受刑人提供服务，协助受刑人学习如何在家庭中当个好爸爸，帮助不少濒临破碎的家庭。教育部次长林腾蛟表示，随着社会形态及家庭组成的演变，家庭教育的推展需要整合外部资源，运用多元策略。教育部将持续和学校团体合作，培育相关人员沟通协调、同理倾听、方案规划等家庭教育服务职能，促进横向联系效益。实践国际消弭月经贫穷的教育愿景，台北市政府首创全国，今天起开放所有在台北市读国中的女学生，每个月可以到莱尔富超商免费兑换总值新台币200元的生理用品，总共31200多名学生受惠。副市长黄珊珊在开放首日当起了一日店员，为信义国中学生兑换卫生棉商品。往后无论是市立、国立或私立学校的学生，每个月都能够换200元的生理用品，共有89所国中超过3万名女学生受惠。对此，台北市信义国中学生汪主兴说：我觉得就是很方便，因为可能平常都要另外花钱，可是现在有这个政策就可以，就是莱尔富，而且就是手机动动很简单就可以免费换到卫生棉。超商因应这项政策将提供10种品项挑选，学生有3种方式兑换，包括在电脑登入亲师生平台列印兑换券，或是到超商列印小白单，也可以用手机以 Cooker App 售出兑换条码。黄珊珊说，未来会再视情况延伸到小学阶段。台北市希望借由教育局、社会局、跨局处与民间企业合作，推动校园性别平等，同时接轨国际，响应消弭月经贫穷的精神。以上就是今天的台湾重点新闻，谢谢收听。